人的责任。可以，我是认为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男性愿意挺身而出说照顾工作我有责任，我能够瞬间的参与分摊，让这个家庭能够更公平合理，家事的工作，对子女教育的工作，照顾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责任，我们都参与一点。我想这样美好的社会我们充满了期待，我们真的充满了期待。那我在这里，我黄哥跟我们讲讲话吧，我想很难得很难得，来来来跟我们讲讲话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这段是增加出来的，现场有我们最幸福的来源的高雄市市长陈菊仁市长，还有我们的女性民意代表高敏玲议员、黄淑美议员，在这里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，高雄市议会66个议员里头有25位女性议员，25位在台湾哈，在台湾算是第一名的66。今天我们所带来的是妖娇大伯姐，获得了全国儿童新传奖的第一名，将这支舞蹈呢带来现场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又是高雄的荣耀，掌声鼓励。